希望大概300多公斤，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响应这个活动。即使家里没有毛小孩，也可以没关系，就是你买的饲料，我们可以全数全部捐给到他们。那他们除了吃的温饱之外呢，也可以吃的非常的健康。是，那我想问一下，当初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合作契机？因为其实，对于他们或者我们的宠物来说，需要很多不一样的产品，或者是我们可以合作的机会。为什么会选择跟你们一起合作？